好了，进入今天的晚餐。今餐天吃什吃么？的有笋，然后青菜。今天晚餐的菜色还不错。日本人嘞。对，看一下，OK。希望能拍到我的食物。哎，去炸了，去炸了。哎呀，没拍到食物啊！吃饭，吃饭。你今天终于补助完，还不错。真的没了，是三十几发哎。能看到食物啊？金龙桥，今天菜色丰富。下午去工地很累，看来就要有点爱困。好吃。明天还是让我老婆在家里准备那个拜拜的，我跟我只去工地做事，然后学一下帮忙家里的那个。对，帮我打一下工。还不错是。好啦，这是我的晚餐了，OK，拜拜。